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咯，好像有时我自己的想法可以秀在我的 app 上，可以放在我的功课那边，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想法。跟着自己的想法去做，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太个人，然后太有个自己的个人风格这样子。在空闲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喜欢去到处拍照和旅行哦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在关键我可以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，可以探索这个世界这样子。让自己增值，然后可以带一个很好的公司上班，之后就可以打造自己的一个品牌出来了。